收看我们的中国语的 Life Profiling Guru 人生解析节目，然后今天我们对已经第二年的第一期是吧？对对对，刚满一周年哈，正好去年的时候，我们是在去年9月20号第一次直播，正好一年了，第二年了。对，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祝贺一周年了。对对，一周年。对，然后还是今天由我先宣读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这叫鸟月直播间，一些规则吧。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呢，边上就是窗户，如果中途可能有那种紧急车辆通过的时候，有警笛声啊什么的，就是可能会受到干扰，请大家谅解。然后如果大家对比如说这个直播间有就是感兴趣的话，还可以联系他们的这个推特啊，或者是电话传真都可以。好的，谢谢。对，我们每次给他们这个直播间做一下广告。对对对，也让大家熟悉一下，因为现在好像那个在我记得在哪儿来的，听他们说在大屏幕上，好像在池袋还是哪儿，新宿吧，好像也播过这个鸟月的，所以有些人看见过这鸟月，可能也慢慢有更多的人会熟悉哈。对，因为他们这个直播间除了有我们的节目，他每个时段都有，还有其他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就是日本节目，对我们这个比较特殊，是中国节目。对对，可能是用中文讲的，只有咱们这一个节目吧。对对，不过也好，希望在日本的咱们中国的朋友们咱们中国的朋友们也很多嘛，对，所以希望能够给大家，如果通过这个节目也能了解自己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呀，尹老师，或者是我，因为一直有在教那个就是日本人学中文的日本人，我觉得可以把这个节目推给他们的话，他们也可以正好学习中文。对对对，没错。前两天那个咱们那时候上一个课程的时候，我遇到一个日本人，他说他在学中文，然后可能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二外学的中文吧。然后他说就看咱们两个这个节目，他说呢，一个是可以练习中文，另外一个他就觉得好像中文来讲的话，可能咱们讲的这种就是国情啊，包括咱们习惯啊，那个中文可能说的比较干脆吧，可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那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咱们可能在节目当中也会直接的去说咱们这方面是怎么想的，所以说他觉得从这一点呢，跟日本的一些想法呀，跟这种理念不一样。对，所以他也觉得很好看咱们的节目。是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这次呢，把就是因为已经一周年了吧，对对 对, 对，所以尹老师呢特别把这个中文一些也做了解释。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大家可能到现在为止，因为这个 Life Profiling Guru 它是从英语过来的嘛，对，是吧？然后我们其实一直觉得就是找一个中文比较合适的，现在我们是就是中文解析人生特质大数据这个题目。对对对对，因为什么，这个其实说的主要是咱们每个人的这种特质啊、特点啊、特性啊、性格这个方面。那么其实这个 profiling 的这个英文哈，实际上中文来说就是剖析，很多都是其实是侦探啊，研究这种就是犯罪研究方面做这种侦探时候用的，所以中文来说可能是剖析，然后所以我想，但是咱们解读人生的话，所以我觉得就用这个解析比较好。另外一个，咱们也可以说，平时真正拿到这个每个人的报告以后，咱们就把它说成是分析。对，这样的话可能就感觉到好像更亲切感，是吧？是的，是的。我觉得分析可能在实际，运用当中可以用。如果在咱们这个题目当中，我觉得就写解析比较好。所以，
这次特意呢做了一个有日文中文的说明的一个这样的资料。对，这样子我想那个就是观众们也可以就是更好，如果不懂日语的话就是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中文解释。没错，好的。这个的话是就是我们也是就是一直以来的自我介绍。对对对，那我们尹老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心理分析师、咨询师跟顾问指导，来日本已经很多年了，对吧？对对对，我是来日本30年了，但是一直也是做一些可能实际的一些国际的一些业务的对接呀，包括做一些国际业务的一些咨询工作。那从这个方面呢，我就觉得哎，每个人为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呢？而且每个大家的这个结果也不同，努力程度也不一样。所以我就对每个人的这种人生比较感兴趣，所以经过这2年的研究，对咱们这个大数据，它是一个 AI 的数据，所以后来呢我就发现了真正的就是说让咱们真正把自己的美好的人生去走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要认识自己，每个人必须了解自己，这是第一步。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呢，因为可以会帮助很多的人，所以我现在是专注于做这方面的工作。真的是太棒了，谢谢。那一婷这边呢，因为也是来日本很多年，对，十几年了吧，也正好对10多年了。但是我的话可能因为毕竟这方面经验可能还没有尹老师丰富，然后一直以来可能因为也是做的就是普通的那个这边说萨拉利嘛，对，就是普通的白领这个因为我是做就是普通的店员嘛，这可能也不算国内上真正的那个就是白领的意思。但是现在的话正好因为也算一个契机吧，做这个工作已经1年了，然后现在我也就是真的就是走，感觉就是跟着尹老师慢慢学习，然后要走就是从事这个叫心理咨询这一方面，对，现在也慢慢学习中。所以就是我觉得以后我想就是在这一方面可以做得更专业一些。你现在是不是也积累一些经验了？因为都1年了，你也是每次咱们做这个节目，还有你也给很多的人做读解，对，所以我想你肯定也是收获很大吧。是的是的，我觉得刚开始可能只是想自己需，因为觉得自己需要，所以自己运用然后去学习，但是发现就是周围身边的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又发现就是同时又发现自己比较就是自己的特质性格特质适合干这一行。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就是就继续再深造一下，可能说不定就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那就更好了啊。没错，太好了。然后这次呢我们其实日本有一本书就是成为分析师啊，是作为分析师将来可以有的一本教材。我们刚好这次呢对有这个逸婷，还有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对，然后还有我这边我们三个人呢一起翻译，然后做这个校对呀，可能10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正式出版吧，非常期待，开始销售，可能就11月份开始就能够在日本销售了。对，我觉得有了这本书的话，因为现在这个是一个日语版本的，对，然后主要有那个尹老师最后通过那个就是这些校对之后，我们正式出版之后，以后大家比如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分析报告暂时也是日语版的，对 对，但是通过看这个就是中文版的书，大家也可以自己看懂。对对对，现在那个简易版的报告呢也翻译完了，估计可能10月到11月也能，就咱们每次给人读解的时候这个版本会出中文版。哇，太好了，非常期待。翻译已经做完了，所以可能把这个系统改过来，估计11月份就都可以用了。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拿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系统，然后同时可以看这个教材去了解自己的这个特点特质。对对，我就觉得简单的说就像就是国内的比如说一个那个占星啊什么星座或者是血型 ABC 啊 AB 那种血型，它有一本书专门介绍这种，我们这个可能就是说的简单一点，也是给你一个分析报告，但是报告上有一些虽然你看得懂中文，但是其实它的一些意思你还是可能看不懂，所以有我们就是可以详细那个就是解说的话还是需要这本书。对对，因为我们这本书里就是咱们的报告里面分成潜意识，还有自己的能量颜色，还有有关自己这个参加工作以后的这种工作能力方面的特质，这三个都是分成9大类的。那都穿插的嘛，可能对，就是大概我们简易版的话也是有2000个人有类似的人，
所以说出那两千个人也已经很多特殊了哈，对对，就是因为如果你用十二生肖来去分类的话，那每个生肖都只是一种类型嘛，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每个人特别是更深的了解自己的个性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对，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还是就是进入这个正题，我们一直说这个 life profiling 这个人生特质大数据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吧？对，一会儿呢我们后半场会把嘉宾的报告打出来，然后具体来说，刚才我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其实我们这个就是通过研究40万人，分析他们的这个大数据以后，用统计学的原理，还有心理学，心理学，对，然后把它做出来的这么一个 AI 的一个数据库，那这个数据库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系统。那我们一会儿可能会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能出我们的报告呢？我们的信息出来报告以后，可能我们这个报告呢，就是简单的来说，总结性就是说属于一个宇宙的成功法则，嗯，对，就是。这一些运用的那个古代风水啊，还有东洋术、占星术、数秘术之类，还有心理学。对对对，因为这个出来以后，它有310亿个类型。对，所以地球上的人，对对对，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想想，就是你身边兄弟姐妹，咱们想法也不同，跟父母也不一样，嗯，对吧？对，即便是双胞胎的这个姐妹，好像也不一样。嗯，所以说这里面为什么不一样呢？可能就我们的这个报告真正能给出这些答案。对，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讲的呢，有我们有关跟运势相关啊。然后刚才我也说了，我更新了一下数据，跟我们这个书来对应，所以是40万人的一个统计数出来的一个数字。这个40万人呢，因为这个主要是就是针对日本开发的，所以主要是日本市场的，对，40万人。但是以后呢，我们会不断的，就是可能我们因为现在在做中文这个节目的话，越来越多的可能我们中国人也会参与进来的话，这个数据可能会越来越正确，我觉得。对对，我觉得因为咱们这个中文的资料现在准备好以后，慢慢我们就会帮助在日本的中国人，然后或者是在国内的华人，我们都可以用网络嘛，也可以去讲。那最关键就是让大家首先了解自己，那么才能把自己的这更好的去把握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个可能之后咱们华人可能会运用也会多起来吧，嗯，对。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因为它这个一个大数据的话，就像刚开始需要一些就是个人的资料，对对，然后这其中这里虽然列举了5样，但是第一样姓名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对，没有逻辑关系，主要的还是就是出生年月，这个是犀利的出生年月、血型，然后一个出生的顺序，出生顺序的话，我们是看就是男的归男的，就是长男、次男之类，第二个就是然后女的归女的是，然后这样子排列的，然后出生那个就是最后一项比较重要，就是这个出生的地址。地址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是需要它就是你根据你出生的一个经度纬度，所以说最好是越详细的地址越好，对吧？对对，越详细的话，可能它帮你就是更准确嘛。嗯，所以你的这种个性啊、特点啊，他都会给你比较准确的一些答案。对，然后像我们就是如果是出生在，大多数现在都是出生在医院嘛，是吧？嗯，对对。出生在医院的话，那我们就需要你这个医院的地址就可以了。对对，所以医院的地址呢，如果这个医院搬家了，那么咱们还是要他原来的地址。啊，如果这个医院他那个怎么说呢？没有搬，是地址发生变化了，就是说按现在的说法，他可能有的市的名称变了，可能由县变成了市，那咱们就用现在的说法用市来写，不说它原来是县，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你出生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以地址为主，对吧？对对对，就是现在这个地方的名字就行了。然后标记的方式要按现在的这种标记方式就可以了。好的 ，OK。这一页你发现没有，就是我把它日文中文都给它翻译好了，翻译过来，所以可能对大家一看起来这个就知道我们这个分析系统的一个真髓吧。这个真髓呢，其实最上面的三角的那个位置是最重要的，在右边我用中文写，最关键的就是认识自我，把握现状，对，就是让大家知道首先自己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自己有什么的优点呀，有什么样的
缺点呀，有什么样的能力呀，还需要补充什么样的能力，所以在这个、嗯、用这个系统呢，可能就知道我们自己真正现在的一些状态，对，更深的了解我们自己。其实你知道很多人都说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啊、自己，对，是的，对，所以通过第一步我们了解自己以后，可能将来才能用于工作，然后可以用于到我们的一些商务啊、工作上、人际关系上、家庭成员关系上，其实最后就达到用于我们人生设计方面、嗯、对，因为我感觉人的烦恼就是来源于自己、啊、对对对，烦恼来源于自己，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嘛，你怎么去想，你怎么去看待，其实它就是答案，所以说自己怎么去了解自己的状态，这是最重要的。对，好，那这里边咱们后面呢就是那个简单的一个特点，对，就刚才说的这四个内容呢都跟咱们是很客观的，对吧？是的，没有一个这个假 的, 假的，都是咱们真实的，对对，而且也不是带有我们主观的，就是对对对，帮你去判断你的性格怎么样。对, 对, 对, 对，它这个都是一个就是客观的一个就是计算机里出来的一个数据了。嗯、然后每个人就是出，比如说就像尹老师一直说，尹老师出报告或者我出这个报告，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对 对, 对，数据是一样的。对，是的。好，那我们是不是差不多时间就到了，就是要应该要有请嘉宾进来了。好的好的，那咱们这个之后后期以后再慢慢每次都要讲，所以那就请嘉宾吧。嗯，对，今天呢我们真的是非常就是怎么说，很巧吧。对对对，正好作为第二年的第一期，我们、哦、对，欢迎那个俏嫂，欢迎嘉宾来参加。嘉伦，对，第二次参加我们这个节目了。嘉伦是我们就是第一位第二次参加这个节目的，对对对，嘉宾，而且正好今天、嗯、对，正好今天又是我们第二年的第一期、哦、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对对对，是啊，欢迎欢迎。刚才你来之前啊，我们说了，因为这次我们11月份要出版这本书、嗯、实际上我们这次三个人正好在一起哈、啊，我们三个人负责了这本书的翻译，所以也希望这个出版以后，对，嗯，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嗯、对、嗯、然后我们再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可能上一次看节目是3月份吧，是吧？3月份、啊、对，3月份对吧？ 嗯，如果3月份看过我们那期节目的呢，可能大家都已经认识嘉伦了，他是系统工程师，珠宝设计，然后平时又有很多就是中日交流活动的企划、哦、对吧，做、嗯，所以是一个那个多才多艺的，多才多艺，对对，青年才俊，能唱，对，能还能吹吹乐器是吧？啊，对，哦、对，你看他又能吹笛子，又能对唱歌又很好，对，音乐方面，就是因为听说您也是学音乐的是吧？啊，对，我是音乐教育专业的。嗯、哦，你听说你还教这个课程，也教钢琴是吧？对，在上野那边有教室在教钢琴还有声乐。 有多少学生啊？学生大概有10多个人吧、哦、哇、嗯、每星期都教吗？对，每星期周六会过去。哦，你觉得他多大年龄的孩子教他们这个年龄段是什么年龄段的？我教的年龄段大概就是在日本的一些华人的一些留学生、哦、就是大学是有一些是在大学生，然后还有一部分是那些华人的子 女、哦、对。那大一点的大学生也有跟你学的？也有跟我学，就包括他、哦、我还以为你只教小孩对，比方说他们要去考学的话、嗯、会给一些就是进学指导、哦、考学的，好厉害。那你平时参加活动也很多，今天也因为也是因为参加活动，所以今天有时间，刚好几个时间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对，那你今天去参加什么活动？今天是有一个全日本华人联合协会的一个就是纪念中日友好交流的一个晚会、哦、然后呢我也是在后面有幸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节目在里面。哇，真好。你演什么人物啊？我是在他们唱的一首歌里面，类似于一个情景剧里面，然后在这个情景剧里面我饰演的是他们家的二儿子。哦感觉很有趣。他那个故事很长吗？就你去演出的这个时间长吗？这首歌大概是在4分钟左右，然后他讲的是亲情，
讲的是家人，啊，所以我是在，就是，家庭，对，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我扮演的是二儿子，儿子很好，很有那个亲切感，哦，嗯，是的。那也感谢你啊，有这样的时间也挺紧的，然后也非常的荣幸参加我这个节目。嗯，对，我一直就是特别觉得嘉伦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他那个就是做搞音乐的嘛，明明是艺术，对，但是他的本职工作呢又是做那个就是系统对，所以就是做 IT 这种系统的，所以就觉得他这个我们等会儿就是看他的那个就是特质，他的个性特质我们可能就知道为什么了。对对对，这很有才，然后你也有很多的兴趣爱好是吧，是的，嗯，其中珠宝设计也是我的兴趣爱好之一。对对，我看见今天你这个就是特别这个大，啊，对，就这个，哎，这个其实是最近就是才入手的一条叫做金钥匙的手串，嗯，那可能这个金钥匙呢它也有一些怎么说，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功效吧，它对于像辟邪啊，哦，然后工作上可以让小人远离我们，当然也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也是我非常看重的一个点，就是它非常的招财，嗯，对，你这运气好能招很多的财哈，嗯，嗯嗯，因为我也听说就是像我们，因为现在像我们这个就是其实这我们这个就是怎么说也有一些能量手串，嗯，对对，嗯，像我们这样子的话都是按照就是个人的那个愿望啊什么的，就是大家可以这种就是佩戴提高运气，然后因为我知道嘉伦这方面可能就比较懂是吧，就是知道什么样的石头佩戴什么样的石头，然后增强什么样的运势。那我就比较好奇，因为像我们就是女生比较关心就是这种比如说恋爱运啊之类的，对，大家比较关心，对对对，比较关心。那比如说恋爱运之类的话，你比较推荐一些什么石头啊之类的？其实恋爱运的话我是比较推荐粉晶，为什么呢，嗯，因为粉晶它在印度的瑜伽里面它代表的是我们的心轮，嗯，那心打开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对于万物的一种爱呀，还有什么的一些，嗯，尤其是当你要去招一些正桃花，去避一些烂桃花，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桃花不但有正缘，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你害怕碰到渣男啊什么的，对，现在渣男太多，海王太多了，对，就是比较是建议佩戴粉晶，嗯，那其实不光说是粉晶，你如果说是把这个粉晶雕刻成九尾狐的样子，嗯，因为九尾狐它在我们中国古代的神话当中也是代表爱情的，哦，所以就是可以叠一个双重的一个 buff。 但是我就是觉得九尾狐的话可能就像最近不是国内比较流行那个电影就是封神吗，不是苏妲己吗，嗯，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个九尾狐，啊，不是吗，但是他的形象就是感觉红颜祸水那种，啊，就是会比较魅惑，但是其实在我们中国古代的神话当中就是抛开这个妲己这个地方不说，就在山海经，啊，在我们比较老这个山海经里面这个九尾狐它是仙狐，嗯，是会给大家带来好运，啊，并尤其是在爱情这一块，也就是说这个不仅是这个就是石头，然后它还有形状啊什么，对，都是有一些特殊的形状，就比方说像大家可以看到我脖子上戴的这一块，哇，这一块也是观音，对，像观音菩萨就是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男戴观音女戴佛嘛，为什么男生戴观音，因为观音它的那个就是它的谐音它是类似于观音，就是代表你男生戴这个就是希望你可以步步高升啊，官义，尤其是在你这个上就是在当官的这个事业仕途上可以一帆风顺，嗯，对，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包括你像咱们中国的这个十二生肖，每个十二生肖都有他自己的本命佛在里面啊，对，我知道，就是像我以前听说过，像我属兔子的话就是那个文殊菩萨，对，文殊菩萨，对，所以它不同的不单是这个石头有特殊的功效，那当你把它雕成不一样的形状它也会有不同的功效在里面，嗯，哇，那你比如说我看你戴了这么多哈，啊，你看你这里手上三串然后又戴着一个佛，这会不会有冲突之类的，一般来说哈，首先我们戴水晶的话它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左进右出原则，就是吸纳性的水晶一般是戴在左手，比方说你像我要招财，要招桃花，要招人缘的时候，这样的是一般戴到左手的，那如果说我要去避小人去避邪，那这样就要戴到右手。那为什么我的这个金钥匙会戴在右手而不戴到左手，这个是主要是避邪，主要是避一些避小人呀，然后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厄运来的时候可以把它挡掉，也就是说左边是吸的，这边右的是
就是进来的，右边是出的，要闭的。那这个分不分男女呢？男女不分，就是它主要是根据水晶的特性来划分的。大家记住了吗？左不要，就是以后就不要乱戴了。然后呢，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水晶会不会相冲？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一只手上戴着这个水晶不要超过三条。因为它的这个能量磁场确实是会相互影响的，就是一只手上就不要三条，对，然后两只手合起来的话不要超过五条。那其实我现在戴的这个数目呢，还是两只手加起来总共也就三条，还是不算特别多的。原来如此，石头尺寸好大。对，你看，就是我的这个手腕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这跟我的比就是真的已经，大家看到了没？特别大。对，它的大小是已经算是我们现在应该能找到最大的了。嗯，对。而且你看它这个光真的不一样哈。对，它这个上面是有石头是有眼睛的，是。对，它这个东西就叫，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头上面有一圈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就叫眼，这就是石头的眼。嗯，对。好好好，那个而且看得很亮啊。对，非常的灵动。嗯，是。哇，那这一串肯定价值不菲。是的，确实。嘉伦，你平时很关注运势是吧？对，我非常关注运势。你都从哪方面比较关注自己的？我一个是通过就是说看这个自己应该带什么样的石头，尤其就是像一些，因为每个人其实是有自己的幸运石的。那么这个幸运石怎么看？其实从我们这个 profiling 估里面，他给我们出的专业报告，他会根据你这个人的特性来找到你的这个幸运石。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也有自己的幸运色。那像我的幸运色就是白色，这个咱们的这个 profiling 库里面有去写到，包括你像白色的人是有什么样的特质，等等。然后还有这个，除了这个幸运色之外，还有一个帕瓦卡拉，那这个帕瓦卡拉的话就是对能提升我们的能量内在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平常都是比较注重的。其实我觉得可能你没接触到我们这个数据的时候，其实你本来自己就已经很关注这种了。是的，所以运气比较好。对，一直以来运气都不错。对，一直以来都挺顺风顺水的。那我们出了这个报告以后，你后来因为刚好是半年前哈，来参加，你觉得我们这个报告的一些内容跟你这种佩戴的这种开运的一些天然石啊也都有关系，然后你平时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用心的，也会经常去考虑报告的一些内容吗？其实确实是有会去考虑这个报告的内容，特别就是说像我们这种白色的人，他是很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然后就那你像我这个时候就有时候会去专门去规避掉一些不好的东西，尤其是在做选择的时候，我就会尽量去往一些能量层级比较高的人的方向去靠，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带动我自己的能量比较高一些。同时像我们白色人就是情绪比较容易失控，那这个是我们的就是比较弱点的一些地方，那可能每当我去发火的想要去发火，或者说是情绪即将在暴走的边缘的时候，我或许就会多去想一想，哎，我是不是应该去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那其实在这样的想法过程当中也避免了我因为情绪引起的一些损失，所以我觉得当我遇到这个，对，当我遇到这个东西了之后，确实对我个人是有很大的改变的。因为很多东西可能我自己内心里面明白，但是我没有把它没有办法把它很具象化的表达出来，但是这个 profiling 估的话它是可以作为一个指导让我去看，然后并且可以让我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的，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作用的。我觉得嘉伦真的是我们就是这么多期嘉宾以来就是对这个 profiling 估就是感觉就是最会运用或者是最理解深刻的一位了。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呀也是为了开运嘛，也是可以帮助增加运势啊运气的，所以就看怎么来去增加运势。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运势好不好其实都在于一个人，那你自己要对这方面要用心，而且要面对，然后要去说采用各种的方式，比方说我们的天然石也是一种增加运势的，那么我们选择什么样颜色的衣服也是我们的运势，然后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这种工作的能力啊，包括自己很擅长的方面怎么去发挥啊，这些可能也都是跟自己有关，所以一定要用心在这方面去研究和运用的话，我觉得这才能真正的把这个运势哈提高的越来越高了。对，好的，那这样咱们下半场的时候正好针对把这个嘉伦的报告打出来，好的，然后咱们再根据这些内容
那虽然你刚才说了你是白色，那除了白色以外，比方说哎，可以参考像其他颜色有什么样的开运的天使好呢，也可以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好的，对，我们马上就是会进入一则广告，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下半场主要下半场咱们对继续聊，然后就是还是由尹老师编就是看嘉伦的这些一个报告，然后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分析。对，好的，好，那就咱们先看一下，大家一会儿见。欢迎大家回来。好的，那我们就赶紧进入正题吧，因为每一次感觉时间都不够用。对对对，每次一聊的就马上就快到点了哈。对，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嘉伦的对他的这个报告。我们的报告因为上一次也是已经出过了，所以大家这次就再看一下。这个对，就是白色嘛。首先就是我们看到嘉伦就刚才也说了，他的一个就是 power color 就是能量色是白色，对。然后你看今天也是穿了白 T 恤哈，但是我觉得男生的话好像一般穿衣服好像也就白黑白灰啊，是吧？蓝色啊什么多一些哈，但是比较潮的一些男生可能穿的颜色会更多一点。但是你看这个，因为能量颜色是白色嘛，所以在咱们这个特别是上身的这个衣服上跟脸比较近的地方哈，就是咱们上衣穿白色的话可能会更感觉在别人看来更有魅力，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可能不是自己喜不喜欢，而是你给别人的这种感觉，别人看你的时候哎，觉得你这个更有魅力啊。因为这个白色的为什么是跟咱们的周波数波长波动都相吻合，所以说可能这种魅力方面就会增加，也同时就提高了咱们的运势了。所以刚才你也说了哈，这个白色主要是一定要选择好环境，是你所在的环境和周围的人。对，因为白色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你想这个白色你要把它染成任何颜色都可以染的，都可以。对，然后所以说除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你周围这些人对你的影响很重要。是的，一定有这方面，所以要坚守本心。对，所以我平常也会比较注意，就是不要太在意别人说的话。当然别人就是讲给我的一些建议，我就是会尽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是不会去因为别人说了我一句不好而导致我在不停地进行一个精神内耗。那你这个做得非常好了，因为这个白色因为是给人一种温和安全感，对，所以比较柔和啊。是的，所以说它有给人的这种一种安全感的感觉，但是就是要注意就是自己不要受别人的一些影响，所以你觉得做得挺好。那你白色的话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幸运的天然石好更好呢？你像我现在有在带的就是这个黄椒花，就这个黄椒花的话，它是对于我个人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管控，还有包括就是对于当然就是招财这一块也是非常好的，以及对于我这个周围这个人际运的改善，就是都会比较好，就是比较能吸引过来一些贵人。现在戴的就是这串的这个，就是这个，对，这个东西它的这个黄，这什么这个黄色这个就叫黄椒花。黄椒花可以给这样打开 ，OK， 给这边看一下。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是黄颜色的哈，白色的是水晶，白色的是白水晶，对，这个黄色的也是水晶，就是这种水晶的类型的名字叫黄椒花。 对，一般因为我们就是看到这种黄色的就很容易想到金运嘛。对对对，黄代表金运哈。对，
那实际上我的颜色是黄色。对，我们知道尹老师是黄色，所以我应该注意将来有什么样的天然石更好呢？像您现在就是戴这个彼得石，还有极光二十三这两串手串，就是、哦、这个、这是极光二十三。对，这个极光二十三的话，它是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头脑更加冷静，完了之后去打通一些更高位层的一些能量。哦嗯，就是能和一个，因为我们人分为本我、自我和高我，那这个极光二十三，因为它里面包含着很多种的矿物质，所以它的话就可以帮我们去和高我进行一个连接。哦、对，所以那个你看我的颜色其实是有点变化了。对对啊，就是变得柔和了。对对对，之前第一次看到尹老师戴的时候比较深哈，对对，但是现在变浅了哈。而且就是、嗯、是尹老师这个多亮。对，尹老师一开始的话也是有一串，然后这个是现在刚刚追加的一串，对对对，是吧？以前这是一年前做的，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个，主要是辟邪，然后保一些健康啊，让自己的，因为我的黄色嘛比较追求快乐，所以让自己能够在快乐的跟相关的事情能做，对、嗯，所以这是我去年的。但是因为尹老师现在有更高的目标，所以说这一串就是更刚才你高位了，对吧？更高的能量，极光二十三。哎，这个名字很奇怪，谢谢，为什么叫极光二十三？极光就是北极光，北极光，极光二十三。然后它为什么叫二十三？是因为一般的极光二十三里面它包含了二十三种矿物质、哦，一般的水晶它都是。很少量的矿物质，但是极光二十三它当中有二十三种不同的矿物质，就是矿物质属于特别多的一种，所以它叫做极光二十三。而且你的灯从不同的角度打过去，它反射出来的颜色也不太一样，因为它的矿物质很多，很多，所以它就像极光一样在天边可以闪烁。就是说，所以说应该很好看哈。所以我这个颜色变也是有原因的，是吧？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对。那它里面矿物质矿石变化的话，它是会受到我们人体的一些汗液呀、啊，完了之后，包括太阳对它晒都会有影响。哦、那它该怎么变？是我是后来哈听这个专家也说，只要是它的这种光泽感觉到光亮，可能就是代表咱们自己的状态不错。对，就是一般不管是什么水晶、嗯、你包括玉石也好，水晶也好，当你个人的能量场非常高的时候，你是可以去养护它的，然后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好看、嗯、就包括它这个光泽就会越来越柔和，或者它越来越明亮。那如果说当你运势比较低迷的时候，可能你的水晶带着带着它就会变得很浑浊、嗯、这种情况它就会把你身体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它就给你吸纳走了。嗯，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说你想把这些东西你要带到左手，它就会把你的这些不好的东西给你吸走。哦，那其实带这么一个也很好啊，让自己不断地了解自己的状态。是，嗯。那现在比方说自己在一个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就可以看这个天然石就能了解了。嗯、哦，太好了。那比如说嘉伦，像我的话，因为我的魅力色是绿色，嗯、那因为所以，我就是根据我的愿望，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手串。嗯、我是七月份开始戴的吧。对，一婷这个状态也挺好，你看、嗯、也很。这个就是应该是孔雀石，是吧？嗯，对，其实你像珠宝界里面绿色的石头有很多，像绿松石啊、嗯、孔雀石，它们这些都是绿颜色的，包括还有一些欧珀，它也有绿颜色的。嗯嗯，那像我戴这个的话，就是这个石头的话，运势主要是主宰哪方面呢？这个石头的话，它是一般对于像女性的健康、嗯，然后还有就是对于你头脑的一些冷静的这种程度，它都是会有帮助的。帮助的是吧？嗯，嗯，因为我当时就是许的愿望，其实是希望自己能够也是就是更。怎么说更成熟吧？对，越来越成熟。对对对对，这个也是有影响。影响的是吗？嗯，可能不自然而然的、潜意识的就会去做这方面的，是吗？有这些变化，嗯，会影响咱们潜意识里面的内容。嗯，对，好的，好的。那我们接着看，这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纯的话是表示一个深层心理，对，然后这非常巧的话非常巧的是我跟那个嘉伦都是这个纯字，对，所以可能我们两个也是就是可能比较像吧，就是所以也说所以比较有缘分，这个就谈比较投缘吧，对，对对，因为可能比较单纯，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单纯不是说那种不好的意思啊，就是比较纯真啊这种感觉哈，对，嗯，没有那么多的什么，一些坏心眼啊，对，想的更多的什么不好的一些内容没有，嗯、就比较单纯的去怎么说呢，
是比较纯真的那种感觉。嗯，就是我的自我感觉就是我特别怕那种就是麻烦的事情，最好越简单越好。比如说可以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步做完了，我就希望是最简单的那个，不想去就是特别复杂的，就是就特别怕麻烦。对，你也是，你怕不怕麻烦？我也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我就觉得我特别怕麻烦，尤其我也很害怕会制造麻烦的人。对，就是觉得可以很简单的，最好就很简单就做完就行了。比如说你告诉我一个你希望要什么结果是吧？然后我就怎么做就行了，不要就是跟我兜圈子绕来绕来，对，绕来绕去，就是我完全听不懂。对，那个有时候就会急，对自己也会急。嗯，所以说你们这个纯自的特性的人呢，就是说也要在于自己的这种感觉，因为比较纯真嘛，所以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觉得哎自己不想做的，但是呢也碍于面子可能就答应了，但实际上不是真正自己想做的。但是我现在可能这一点我就好多了，以前我可能会做一个老好人，就是不太善于就是拒绝。但是我发现就是有时候还是要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就是该，因为我是后来好像有过那个就是怎么说，就是感觉我好心做坏事的那种感觉。经历过几次之后我就发现啊，原来该拒绝的应该要拒绝，不然明明就是我也比较好心的，但我却做了坏事，对别人不好，对自己也不好。对对对，没错。所以说自己心情不好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对自己的这种身心健康也不好，所以还是要你们纯自的人还是要多去找到量力而行。对，确实量力而行。对对对，然后找到一个怎么能尽快让自己取悦自己的这种改变心情，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改变的话，这是你们纯自的人需要去研究的。对。然后我们看到嘉伦下面一个是那个就是全自，全自的话，对，是他现在全自就是一般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是已经成人之后形成的一个特点了。对，这个特点是我们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以后大概5年左右的时候可能就被社会磨练，你的工作能力也会就磨练出来。那这里边你的工作能力就是全自的特色。对，所以我就觉得嘉伦为什么多才多艺，可能就是全面比较全面。对，又可以做 IT 又可以搞音乐，对，还可以研究运势。对是吧。那这个全自的人呢，这一个是首先就是全面，能够看到全体，能够看到整体这方面的一个工作能力。另外确实全自的人呢还有很强的一个领导力是吧。对，不对，领导力也好，还有他对这个工作的一个能力方面有很强。就是他我理解的就是他看问题肯定应该是很全面的是吧，就是比较就是站在那种就是大局上可以看问题的。对对对，他把握就是主观性比较强的一个特点就是全自。还有一个，你觉得是不是别人委托你依赖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能量会更强的？是，就是我感觉就是尤其是在工作上，我有时候把自己的事情做完实际上不会那么的上心，就觉得不出问题就好了，反倒是别人在拜托我去帮他的时候，可以特别上心，不断的就是去反复去检查这个东西。确实就是因为害怕帮他做坏了或者怎么样。对对，还是有一定的责任感。是，所以说这个全自的人呢，就是你很重要的是找到一个真正需要你的人，如果在你身边的话，你的能力会发挥得更好。那也就是说就是容易被大家依赖吗？对，就是他容易，他愿意别人依赖他。是可以这么说，就他就觉得别人依赖我的话，他觉得我这种责任感很强，能够发挥出来，有被需要的感觉。但是有一点，这个全自的人你要小心，就是依赖你的人一定是尽量这个人还是说比方说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或者是说状态很好的一个人委托你的话，你可能就会这个发挥的能力以后你会对你来说有利。如果是说不如你的人依赖你，那你就会被拖下水了。所以就是说像那种救援救济救济不如自己的人，救来救去反正自己也被拖下水，对对对，被拖累是吗？对。所以说你在工作当中呢，一定是委托你的人最好是工作能力比较强，甚至说比你还这个状态现在比你还好。那如果他们要追求你帮助做一些事情的话，可能你这边就是发挥完之后就更，你的能力就更被认可。然后你的能力更发挥出来，你又锻炼出你的能力了。
所以大概是这样。好的，嗯，好，那咱们看一下下一页。我们看下一页，对，下一页的话，这个就是以代表一个思考对方式和还有一个行动力。对对，对这里看的可能99这个数字一下子就逻辑思维，对对，逻辑思维很强，很强，所以我才敢提、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个你做这个系统嘛，肯定是需要有逻辑思维的一个想法的哈。那你这个想问题、判断事物，你主要是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所以你是不是很在意去收集一些信息啊？是的，我平常对于很多信息这个收集，就是尤其是工作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周边、嗯，而且包括你像对于这个石头的一些的这种了解，那你就要不停的去翻各种的资料，去网上查阅也好，去专门去买书去看也好，都是需要去进行一个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才能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还是很有一定的这个，对，怎么说呢，研究能力的哈，嗯，很好。那咱们再看一下，咱们这个数字当中跟咱们行动力有什么大的关系？对，行动力也特别，这个数值非常大。不过就是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数值越大越好，也不是说越小越好。它还是要看一个就是平衡，对，平衡性要平衡的。你看刚才这个4.4是你的这个心理的这个过去型，然后呢大概4.4的话，在快慢的这种节奏方面你是正好在平均数值、嗯、所以还好，既不快也不慢、嗯、然后这个4呢代表你可能特别重视你过去的经验，所以你看你现在可能做一些事情有什么经验啊，做的内容可能未来对你之后的人生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然后你就是逻辑感思维，这是咱们的大脑。那现在看的这个行动力呢，是属于咱们的身体行动方面。所以刚才你的心脑和身体是不是能达到一个平衡，然后你判断事物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从这些大数据上就能看出来了。你讲平均是2亿4千万、嗯、你是3亿8千8百万，对，真的这个数值特别大，超过了这个平均值、嗯、那正常来说你4.4的话，嗯，应该不是2亿4千万，应该可能是不到2亿，1亿多一点吧，嗯，是你的平均值。但是你看你是3亿8千万了，所以比你的平衡点要高。那就说明什么？你是一个只要你想做就非常有行动力的人，嗯，是不是这样？你的逻辑思维呢，你需要一些信息，你这些信息呢你拿到以后，你就马上就会判断我要做还是不做。但你一旦决定要做的话，行动力非常强，所以说你还是要这种灵感。实际上你慢慢要训练自己的灵感，你收集完这些信息，然后你做到这些以后又有行动力，你不断地去感觉看自己的这种灵感和实际做的是一不一样的。那么你这个灵感被磨练出来以后，你可能虽然你是逻辑思维的人，你先有灵感，然后再去用逻辑思维去验证它，可能对你来说之后做事情啊判断就更准确了。嗯嗯嗯，所以你将来呢，就是说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不错，然后你马上就去收集信息。如果你想行动，那你就尽快把信息收集过来。好的。然后你就可以马上去付诸于行动了。好的。好，那咱们看下一页。嗯，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了，对。然后最后一页也很简单，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说的一个幸运数字啊，幸运色。然后我们看到嘉伦这里，其实你的那个幸运颜色是橙色哈、啊。对。对。然后这个幸运的应该一听知道吧，该怎么用。对对对，嗯，幸运颜色的话就是我们说过，就是人的一辈子的话，这个幸运其实是有限的，所以也不是说经常要去用它。对，我们需要就是在一些重大事件，比如说你要去考试，你要去今天比如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客户要谈啊，这种时候就是去运用一些这种幸运颜色、嗯、幸运数字之类的。对对，吸引力法则嘛，就是吸引一些幸运的意思。嗯，那你每天都会去重视吸引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吸引一些不好的嘛。嗯、因为是嗯，所以说呢，每天咱们就不用橙色的话，你就是偶尔用用，也挺好。所以说，平时的话，你还是以白色为主比较好。嗯，然后数字呢，你看很巧啊，都是一，对，那你就不用在意别的数字了。你是不是很喜欢一、啊、我很喜欢一这个数字、嗯、而且我的生日其实也是1号、嗯、哦，哇，所以你看你可能在1号出生本身你就有运势啊。嗯，应该可以这么认为。对，本身天生自带运势了。对对对，你本身这个1号就是你的幸运数字嘛，你又在1号出生，是可能自然而然就先天生就带着点运势。嗯，都好。嗯，对，那其他以后就是说你在这个数字上啊，比方说
你坐电车可以考虑坐一号车厢、嗯、然后你要是去停车场停车的时候你选择一号车位、嗯、然后比方说咱们要去温泉啊，然后要把自己的鞋放在这个一号、对对对，所以你都可以就是尽量去用这个一来让自己去多找这种数字、嗯、而且啊还有这个一数字一比这数字一能量更强的是一一还是一一一连在一起的重叠、哦、重叠的话就更好了、嗯、我有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他经常会看到重叠在一起的自己的幸运数字、嗯、那他会自己的灵感就感觉哦，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就是我运势非常好的时候、哦、嗯，所以每次要根据自己的事情啊，跟自己的灵感去不断的去对应感应，可能产生共鸣以后就可以增加你的灵性了。嗯嗯，好的好的，那我们对就是马上时间又要到了，那今天也真的非常感谢嘉伦对第二次来我们节目做客，希望有机会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你过来对再聊一下，就是因为珠宝啊这种东西是一个其实内容很多很丰富的一个话题。 对， 对，嗯，以后我们可以再慢慢聊。对，因为我们有九种颜色、嗯、下次也在、希望这边给我们在其他颜色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建议。好的，嗯，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嗯，再见，再见，拜拜。